即係乜嘢事，我都要扮佢啦。唔係，你講噶嘛？乜嘢事都要顧別人嘅事啊嘛。啊，我做都要顧別人嘅事。隔離嗰個係咪？即係乜嘢事我都要關顧佢啊嘛。我啱先經做嘅啫。我鄰居的事我都要關心他。我唔知人哋點解係咪叫做扮乜嘢啦，係咪咁嚟？人家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好啦，其实咧，我哋讲呢个事咧，我们说这件这个事系个需要，是个需要的意思。个人唔好单顾自己嘅需要嘅嘢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需要。亦都要顾别人嘅需要。也要关顾别人的需要。譬如讲你嗰个朋友，比如说你的朋友屈亲只脚，啊，扭伤了脚，佢出唔到街，他出不了门。你见到咁嘅时候。见到这个时候呢，帮他出去买啲嘢翻嚟，就帮他出去买点东西啦。啊，婆婆啊，公公，啊，婆婆公公，佢哋腰唔好，他们的腰不好，天雨路滑，啊，天气变化，你用些少时间去帮佢买嘢，你花一点时间帮他买东西、买菜，咁解啊，知唔知啊？就这么简单。明我，明就再讲啦。好，好啦，跟住咧呢句咧就我唔知你点睇啦。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怎么讲。你做错啦。做了我做十五，你做初一，我做十五，听过没啊？听过吗？你会不会这么做啊？我会这么做吗？哇，阿坤哥好大声喎，很大声的说。嗱，佢喺世界上面系咁谂，唔错嘅。世界上的这种也没错。点解会咁样样咧？其实嚟讲咧，佢系话咧，这句话说呢？即係你對我唔好咧，就說你對我不好呢，我就十五倍還翻俾你。我用十倍的還給你。你得罪我咩？你得罪我。我淋你油。我也就要燒你鋪。我要燒掉你的鋪頭。係咪啊？你得罪咩？殺你全家。你得罪我，我殺你全家。好多人啊。很多人會這麼。真嘅。喺香港，我細個嗰陣時個電視聲大少少都攞咗人。我以前小时候，香港有一家人的电视声音大一点，可能就丢了性命了。他明明这么肥都不敢打我。他不知道说他这么大块头都打不过人家。你看他一口气他有没有吓到你啊？这个吓到你。所以我们经常都做，人家对我们有少少不开心，我们就哇起晒极狂。别人对我们有稍微有点不好，我们可能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好唔好啊？好吗？佢呢度讲话爱你哋嘅仇敌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。马太福音这里说要爱你们的仇敌。爱唔爱得落啊？你话？你们能爱吗？你本圣经搞边科？你的圣经讲什么呢？唔好讲仇敌啊！不要说是仇敌。顶住我条气，我都打低佢啊！让我气不顺，我都想打。啱唔啱啊？对吗？啱噶，系咪？你總之激親我唔得啦，因為你不能得罪我啊。以前啦，可能。以前，而家冇咩？現在沒發生嗎？這樣子。而家有耶穌就會咯。哦，你講有咗耶穌，而家世界都好多，因為佢哋冇。因為世界。好啦，我又話俾你知，你哋啲基督徒 ，OK， 你話愛仇敵。你們這些基督徒說要愛仇敵。你俾我睇啊！你愛給我看看。明明我而家揸槍嚟打劫你啦。我拿支槍來打劫你。你講啦，你怎麼樣子？係嘛嗱，佢都唔係仇敵啦，佢嚟搶你嘢啫。他不是仇敵，他只是來搶你東西而已。殺你嗰啲仇敵。殺你的人算仇敵。殺你嘅人都愛佢。你殺你的人，你都要愛他嗎？用愛嚟感化佢咯。冇得驚係嘛？嗱，喺人嘅角度係冇噶。在人的角度來說。但係若果你睇到耶穌嘅愛，但如果你看到耶穌的愛，做到嘅，你會做到的。我學緊呢度。我正在学这个功课。我喺太太面前学紧。我在太太面前来学这个功课。好嘅，成功紧嘅。我正在走向成功的路。OK。嗱，用咩嘢能够做到爱你嘅仇敌咧？用什么来做到能爱你的仇敌呢？最紧要一样。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无条件。没有条件。你有條件你愛唔落㗎？如果有條件，你就沒辦法愛上去。以前對我咁樣，我得你攞，有冇搞錯？你以前這麼樣對我，我現在怎麼樣呢？你咁樣鬧我，你咁樣侮辱我，你咁
我这么侮辱我，我怎么怎么，系咪？但系而家我睇到神嗰个爱，如果我哋系用无条件嘅爱，我都唔论条件，你做咗啲乜嘢，以前做咗啲乜嘢，而家你做咗啲乜嘢，将来会做啲乜嘢，我都唔介意嘅时候，我嘅爱就嚟到你身边。当我们用圣经的角度来说呢，用神的爱看到的时候，无论你以前，神的爱好，我们很值得去爱吗？你认为说我们很值得神的爱吗？天啊，你有没有这么想啊？自己想啦，啊，落雨又闹，我们说下雨你也怨，唉，冇搞错，我从头，唉，啲乜鬼嘢嚟噶，成落咁大雨啊！出太陽哇咁猛嘅曬死我啦，曬到個皮膚癌啊！哦，就是說我不是太陽你也越抱怨，說這麼大太陽會有皮膚癌。神喺上邊喂大佬，我落雨俾你，我啲你唔要啫，我啲農夫要噶嘛。神說你下雨你不想要，但農夫需要啊。你唔要我太陽，我俾啲花草樹木你睇啊，你即日日睇到啲花草樹木咁靚，好beautiful。哦，我们说看到了，我们说太阳这么大，太阳点样光合作用？你不需要的话呢？点有花果俾你？点有咁多牛油果俾你？如果没有太阳呢，你哪有这么牛油果这么好啊？那么多产品，那么好的东西来啊？你问我哋好值得去爱咩？你认为我们值得神的爱吗？就系因为佢用无条件嘅爱，因为神用无条件的爱来接受我们，就成为我哋嘅祝福，来成为我们的祝福。好啦，我哋咧就要靠啲乜嘢嚟到做到咧？那我们靠什么来做到这些呢？大家都有圣经嘅，我屋企边个基督徒啊？大家基督徒喺度，自己认够胆认基督徒嘅。大家自己能够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，举下手啊！嗯，好，够多啊！嗱，基督徒咧，我哋一定有本圣经嘅。啊，基督徒都有一本圣经。圣经分几分咩约啊？圣经分两什么约啊？旧约新约系咪？旧约和新约。旧约几多卷？啊，旧约有多少卷？39卷系咪？39卷。新约咧？新约有多少卷？27卷系咪？7卷。再问啊，总共几多卷啊？总共多少卷啊？66卷。66卷。呢本圣经用咗几年写噶？这本圣经用了多少年写成的？1000年。1000年？唔够。不够。2000年多过头。2000年太多了。1600年，1600年写成的。旧约用咗1500年。旧约花了1500年。新约用咗100年。新约花100年。佢奇妙就奇妙一样嘢。它奇妙的地方呢？呢本系神同我哋讲嘅。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。我哋嘅神唔系飘渺无在嘅。我们的神不是飘渺虚渺的。佢系实质嘅，用说话嚟同我哋。他用话语来告诉我们。佢点样创造呢个世界？怎么创造这？将来点样收翻呢个世界？怎么样后面来？清清楚楚话俾我。收回这个世界，审判世界，清清楚楚的。圣经里边有咩啊？天文地理。天圣经里面有天文地理。有诗歌。有诗歌。有做人嘅哲学。有做人的哲学。你想睇睇做人嘅哲学，睇箴言啊，包你人生成个人。你如果想要知道做人的哲学，看箴言。箴言系好简单嘅啫。箴言系很简单。你好易明白嘅。你很容易自明白。你跟住佢做嘅时候，你整个人生条路系好。你跟着箴言做呢，你的人生会很通畅。圣经里边1/3系预言。啊，1/3里面呢是预言在圣经里。1817个预言。1817个预言。佢而家每一个预言都系应验。每个预言都实现。你够唔够胆一个亡咗国嘅以色列2000年嘅一个国家可以复国？你有没有说亡了2000年的以色列国可以复国呢？够唔够胆讲啊？能不能说出这个预言呢？我哋反清复明都唔得啊！我们反清复明都做不到。以色列亡咗2000年啊！以色列人亡了2000年。圣经话佢会复国。圣经当中说他会复国。以色列复唔复到国啊？而家有冇以色列复？啊，以色列复国了吗？复国了。将来而家我哋系启示录，我哋而家咧，佢由圣经一路由创世纪一路去到启示录。创世纪系圣经嘅第一卷书。啊，从圣经到创世纪，创世纪第一章。启示录系最嬲尾嘅。啊，启示录是最后一本书。而家我哋知唔知个？世去到边度啊？
我们现在知道下面的形式会怎么样呢？啊？世界末日。我们说世界末日吗？现在去到启示录的第十八章啊。我们现在会来到启示录的第十八章。启示录有几章啊？启示录有总共有多少章？22章。仲有几章啊？还有几章？现在他的预言已经是实现了97%。预言呢？圣经的预言已经实现了97%的预言。不是讲笑，不是开玩笑的。耶稣翻嚟嘅日子，耶稣来到的日子临近了，所以你要把握时间。你要把握时间传福音。呢本圣经仍然系每一年最畅销嘅书籍。圣经仍然是每年的最畅销的书。点解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咧，佢令到人改变。因为它改变人生。一句说话可以改变你整个人。一句话改变一个人的人生。如果你唔信，你真系跟住去做。如果你相信，就跟着做。佢会俾你一个不一样嘅人生。他会给你不一样的人生。佢俾你有盼望，有盼望的人生。佢俾你有平安嘅人生，有平安的人生。佢俾你有喜乐嘅人生，有喜悦的人生。我哋话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。我们说有平安有喜乐。乜嘢叫做平安？乜嘢叫做喜乐？什么是平安和喜悦啊？平安就系终极嘅安全。平安就终极的安全感，是最终极的安全感，最终极的有安全感。你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安全感？你在世界上有安全感吗？很担心很忧虑，都有担心和忧虑，担心我们的经济，担心我们的经济，担心我们的健康，健康，担心我们的疫情，我们的疫情，是不是没安全感，一直都没安全感。我们信了主的时候，不需要担心太多。信主以后，你无需担心太多，知道我哋去喺第去边？你知道你的目的地。我哋嘅快乐就系终极嘅满足感。我们的快乐是终极的满足感。我有衣有食就足够啦。我有衣有食有吃的有穿的就足够。我瞓喺一张床四尺几嘅啫嘛，你俾40尺我冇用嘅。你给我很大的地方也没有用。我个肚系装几磅嘢嘅啫。我的肚子就装咁多东西。我装唔落。再多了我也装不下。系咪？足够就得啦。足够就满足。有嘅时候我咪俾啲。我多的就给别人了，别的弟兄姐妹了。咁我哋嘅生活，根本我们的生活，我哋嘅人生，我们的人生先至有意义，系咪？这样才有意义啊！所以咧，而家佢每一年嘅圣经咧，都系3000万本。每年的圣经发行量都3000万本。佢系用咗2500几个言语翻译。用了2000多个翻译版本。点解佢又咁畅销咧？为什么会如此畅销呢？你读过圣经你知嘅。你读了圣经就知道。有味道嘅。它里面有味道。你今日睇嗰节圣经。你今天看这段圣经。神嘅话语。神的话语。同听日睇嗰节圣经。明天再读一遍。同一样嘅话语。同样的同一段话。感觉唔同。你的感觉都会不一样。我唔知你有冇感觉。我不知你们如此感受。好奇。奇妙的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，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，有冇睇过你哋？大家有看过吗？而家仲冇睇啊？现在还看吗？绝咗版啫嘛，我睇系咪？好久绝版了，不看。圣经由开始嘅时候越印越多。圣经呢越印越多。佢一定有佢嘅原因。一定有原因在其中。佢个道理。它的道理。我哋信佢，我哋相信你跟住佢行。跟着他走的时候，我们起码，我们起码呢？起码我们一生人，这一辈子过一个很快乐的人，会过一个很快乐的日子。那圣经是怎样来的呢？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大家一起读。三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要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提摩太后书3章10。摩太书后书，圣经系由神所默示40几嗰啲写嘅人。圣经是神默示，由40多个作者，40多个作者，佢哋不谋而合，他们有不谋而合。写出嚟冇大家系攻击对方。没有矛盾。因为佢嘅意思系从一个神来。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神而来的。好奇妙系咪？很奇妙吗？佢教训督责使人。
所以我睇嘅聖經，我唔好諗話以後有冇永生。我起碼我睇到嘅時候，對我呢一輩子都有益。哦，先不說以後的永生，對我這輩子這幾條呢，都是很有益處的。學會神俾我哋嘅愛。我們學向神學習怎麼愛。我哋就唔會有好多嘅唔開心。我們就不會很多不開心。我哋嘅關係就好好。我們的關係也會相處得好。我每一日過住好快樂嘅人生。我每天都會過快樂的日子。想唔想啊？想嗎？想啊！想吧。嗱，基督徒，大家咧，我想俾一節聖經，呢一個係我嘅座右銘。啊，這是我的座右銘，大家看一下。佢呢度講話：我卻不以性命為念，也不看為寶貴。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，即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我很喜欢这一段的圣经。我非常喜欢这一段圣经。因为这么出奇的呢？很奇怪啊。为什么人的性命很宝贵？为什么你读得宝贵的？你说人的性命很宝贵，你为什么不觉得宝贵呢？有没有问题啊？这本圣经。这本圣经有问题吗？你觉得是吗？我都不覺得全命是緊要的，我都不覺得生命寶貴，不是寶貴的。重點在後面，弟兄姊妹，重點在後面。因為如果我不成就從主耶穌所領受的，即是是什麼來的？耶穌給我們的即是，祂能升天叫我們做什麼？耶穌給我們的指示是什麼？祂給我們大使命的傳福音。Okay? 若果我不证明神恩惠的福音，福音是用来做什么的？福音给我们做什么用呢？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救所有的人。若果我不做到这两样东西的话呢？如果我没做到这两样事情的话呢？我就没什么意思的。那我的性命没什么意义啊。我可以不回应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做到的时候，我咪宝贵咯。如果我做到这两点，我的性命不是很有意义啊。咁所以咧，弟兄姐妹们，我哋今日所听到嘅，今天所听到的，虽然真系好简单，虽然是简单的道理，但系我都愿意系大家去翻去思想下。我都希望大家回去思想一下。我哋同我哋身边周围嘅人嘅关系。我们和周围人的关系如何？从今天开始。从今天开始。我们要怎样学习？我们怎样去学习？怎样去体谅人家的看法？怎么去体谅别人的想法？怎样去入到人家的思维？怎么能够进入到别人的思维？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都说，我们基督徒是，就是我的宗教最巴闭的，你佛教啊。我们经常说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认为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，都觉得别人不行。没永生都不行。你没有永生啊，都会有时候会想别人。不要这样。我们不要这样子。其实他们都是有好处，他不要杀生，他是很公开。就像佛教一样，他说不杀生，什么都有他们的道理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就没有什么，没有痛苦。没有就没有痛苦。没有就没有争论。没有争论，他们的思维都有好的，道教都是好的，道教也有好的，佛井及泉，他又没发掘自己，佛井及泉，挖井，因为掘地咧，掘到个泉水出咗嚟，挖井来让泉水涌流，一味系发掘自己个好处，我们一直都在发掘到之后，总之我知道自己咁有唔好嘅。我们会挖掘很多好的东西出来，都是好的。不过，他们的宗教不够好。但他们的宗教不够好。他只是发现自己。他们只是为自己。我们的宗教不单止发现自己。我们不但为我们。发现一个我们创造天地贸易的。我们还发现创造天地的主。你试试叫他们，不是不好的，是好的。他们并不是不好。我们那里看一看。你让他们来我们这里看看。更好的东西。咁樣嘅時候，你變咗你入到佢哋嗰個嘅勢咯。這樣的話，你能可以跟他們溝通。個形勢係咪啊？可以跟他們進行交流。大家咧希望神從天上嚟嘅智慧聰明先至係最好。從天上來的聰明智慧才是最好的。箴言嗰度九章十節話咩啊？箴言的九章十節說。敬畏耶和華。敬畏耶和華。
开端。认识至圣者，认识至圣者，便是聪明，聪明。所以咧，从上头来，从上头来的，即系意思嗰只雀仔喺上面睇嘅嘢，系咪讲咗好多啊？好，我们看这个鸟类啦，它上面看的东西会比较多啊。一阵间被蛇同虫阻住晒，系咪？我们常常被周围的阻挡了视野。所以佢讲嘅说话，你谂清楚啊，系同我哋好有关。他说的东西跟我们都很有关系的。他真的知道我们的问题。啊，他都知道我们的问题。人生在世不轻易，十常八九。啊，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。是吗？是吗？十分到八九分，你怎么开心？十有八九，你都不开心。人生生老病死。生老病死呢？四个步骤，三分都不好。四个步骤，三个都是不好的。生出来开，生出来摆喺五月走，看看比较有。生出来的好的时候呢，那后面都是不好的，就病死了。人生系咁，人生就是如此。但系感恩一样嘢，我哋喺呢一个人生嘅路程当中，那我们感恩呢，有佢同埋我哋一齐过嘅时候，有神跟我们在一起的，就不一样。同唔同意啊？同意吗？好啦，咁我就或者长气咗少少，因为年纪大嘅缘故。我可能说得比较长啊，唔好意思啊。死啦！我未年纪大都咁长气嘅。我是另類的喎、我不想講那句咩咧，不過你會傷心嘅。唉，睇你耳仔都慢慢講啊。好啊。嗱咁咧，感恩咧，我哋就係、都係有呢段時間啦。希望我哋即係藉著我哋係基督徒嘅，我哋試下點樣去入到人哋。我們淨唔係用自己嗰、那個，淨係睇自己嘅需要。我們試着能看看別人的需要，進到別人的心裡。你個關係係。你的关系好的时候呢，你就好多烦恼，你的烦恼就没有了。你个关系好咗嘅时候，关系好的时候呢，你个嬲怒就唔在喺度，你的恼怒就没有了，知唔知啊？即系用我哋嘅爱去宽恕别人，用爱来宽恕他人。爱系恒久忍耐，爱是很久忍耐。嗱，咁你哋如果系决定咧，如果有感动嘅，你自己听咗个道理系有感动。你自己咧祈禱，祈禱咩咧？向神接受神咁話，或者我講嘅時候，如果你有感動嘅，我哋試下講，我哋自己心中裏邊講，同神講，我今日係接受你做我嘅救主，我願意跟隨你，學你個話語，使到我整個人生都唔一樣。啊，我如果你有感動的話呢，聽到這個話語，你自己向神禱告，求神進到你的心中。呢個係真嘅。这是真的。好，我们低头嘛。我们低头。亲爱的天父。亲爱的天父。我们多谢你。我们多谢你。我们多谢你给机会我能够认识你。我们给我机会能够认识你。我知道你对我们是个爱是好。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好的。因为为我们的缘故。也因为我们的缘故。虽然间我们没有犯到这个有形的罪。虽然我们没有犯到有形的罪。但我们无形的罪。但我们无形的罪，例如我心里边系嬲人，比如我心里对别人发怒，例如我哋讲大话，比如我们说谎话，我哋都系有罪，我们都是有罪的。所以主啊，所以主啊，愿意你嘅爱，愿意你的爱，能够原谅我哋，来原谅我们，赦免我哋嘅罪，赦免我们的罪。今天我哋嚟到你面前嘅时候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愿意跟随你，我愿意跟随你，我愿意跟住你，我愿意跟着你。我愿意学习你，求主你俾我哋有份信心，求主给我们信心。从今天开始，从今天开始，成为我心目中嘅一位嘅主，成为我心中的主，引领我一生，愿你爱你一生，叫我哋喺人嘅家庭里边，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你俾我哋一个好嘅榜样，让你成为我好的榜样，能够睇到主你嘅爱喺我哋当中，也看到神。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的一生，我们愿意将自己的一生都摆上，都摆上。多谢你听我的祷告，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名求，奉主名求，阿门，阿门。好啦，因为时间关系啦，咁所以咧就我哋麦祷散会，散咗会之后咧，我哋会有茶点的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到此，然后我们有茶点。啊，就有给。